到了护国神社，你进去鸟居之前都要先敬礼。没有铃啊，这么帮他把它丢进去吗？他没丢准。可以啊。啊，进去的时候声音很大声。哦，好，换我们。OK， 你讲那么多，你怎么讲那么久？我重复一直讲，重复一直讲，我怕他听不懂，重复一直讲，重复一直讲。冰结冰啊！桥还在？当然还在啊！可能我们明天如果还有日月潭也是在。日本。日本小孩都练就在雪地跑步不会跌倒的样神迹。这一条应该不会跌倒吧？我先休息一下再上去。上都不错。帮我买这个。草莓的。草莓的好了。30分，30分一般，15分钟一般。好壮观哦！背包不知道，背包好像装不下。搭车了。
该不会也是感应式的？它没有自动打开。隔壁洗衣间，浴缸。不错，那个沙发，一台大电视，没有衣柜，那边呢？我那个烤箱上面是不是衣柜？不是啊，但是它有冷气，有冷气。还有衣架，我那衣架放在那个好，休息一下，等下去吃晚餐。哇，那是哪一家？在我腿，越说越。这边有那个地图啊，啊？香根啊，走啊，香根居酒屋。为什么多？
吃个几个，然后去隔壁家吃个几个，再去隔壁家吃个几个。可以啊。好。好。大量的香蕉。
章鱼脚。来试看台湾跟日本的哪边比较好吃。那我觉得看台湾卖。好吃哦。这是鸡翅吗？猪肉太少了，猪肉。这个是什么？鸡皮啊。鸡皮三串。干贝烧。干贝烧。顽石。还有草莓啊！哇，很贵耶！啊？好大一颗。对啊，但是很贵耶。七百多块，八百八百四十二。草莓这个。买一个回去试看看。真的吗？对啊。买这个好了。说什么？他们都不会，他们都不会。欢迎欢迎，超好吃，超好吃。它真的是雪花的样子，好漂亮哦！好。